来了，宝贝们，咱们吃一个排骨，家人们，看看那排骨多好看！哎呀妈，嗯，嗯，好嘛，脱骨了，嗯，嗯。哇，太香了！嘎嘎香！真香！嗯，大海螺吃一个。来了，香，家人们，这是姐姐做的一道菜，还没有名字呢，你没给起个名字。这是虾，这是秋葵，你看，哇，嗯，好吃。剥开之后，哎，特别好吃。再来这个，你吃秋葵。嗯。过年了，都吃点秋葵。自己想不起来名字，哎呀，真想不起来。
只能叫群虾荟萃。嗯，非常好吃。这臭味相投。嗯，这么香的东西。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给我们留点行吗？嗯。